准备适量红豆，浸泡一夜。饼铛预热刷油，放入糯米饼，吃多少我们煎多少，剩余的放冰箱冷冻，吃的时候取出来，或蒸或煎都可以。煎至一面金黄，翻个面。煎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。这样我们的红薯糯米小饼就完成了，软糯香甜，做法简单。新手也可以一次成功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，感谢您的观看。